Yeah, let's look at the airport. Yeah, Shiting went to the airport, right? Yes, I did. And the fans were crazy. So let's take a look at how crazy they are. Yeah.十岁，对，为什么会认识到刘德华？因为陪我的外婆看那个连续剧《神雕侠侣》。我最喜欢他的是瘦身男女，因为那个样子很可爱。他做什么我都喜欢，没有不喜欢的。 What is his appeal? What made you know you follow him so many years, 18 years? He's very versatile in everything, singing, acting, and he also does a lot of charity as well. 亲切哦，更好哦，然后帅咯，帅咯。 The fact that he's very hardworking and he appreciates the people who are supporting him. 相信跟他很群力，群力他很 hardworking， 他很想学一样东西，他一定学到底。 做了很多事对吗？他唱歌啦，演戏啊，制作电影，然后下一步你们想要看到他做什么？没有想过，他做什么我们都喜欢看。就是一直留在演艺圈里面哦。我随便他，只要他开心，快乐，我都支持他。 Well, I guess he has already had a lot. So, whatever he does, big or small. Movies or whatever characters, albums, we are fine. We are all supportive of him. 应该是导演吧，对他也是蛮希望他能做导演。他就是有演那种很怪的角色啊，这样很胖，还有很老。然后下一个，你想要看他有什么突破吗？应该是变态吧。I hope he gets married soon and have kids. Yeah, has a happy family. He works too hard. He's a bit of a workaholic. 因为我相信很多女就是 fans 啊，都是会就是不支持他的 idol 结婚这样子。这个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们长大了，我们也是希望他成家立业吧。我们喜欢他一部分也是因为他的演戏，也是因为他的唱歌，而不是完全完整整的那种。 拥有他，对不对？因为偶像也是人吧。我永远爱他，我真的很疼爱他，很爱他。啊，然后你这样讲的话，你的老公会不会很不高兴啊？我没有结婚，我在我的心里只有他一个，你看，急忙澄清，可见刘德华。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偶像，因为有一些老公觉得，哎呀，他偶像那么远，因为刘德华他给人的形象就是很贴近那种，他就是那种在生活上，如果你跟他说 hello， 他可能甚至会记得你的名字，哦，你叫诗婷，对，我上次来新加坡看过你嘛，你好德华，你就会觉得哦，你就会记得我，然后他就会爱上他，对，所以其实他可以做的基本上都已经做完了，OK，然后他的粉丝们。 真的是对他很忠心，也不会说会喜欢别的人啊，怎么样，一路走来这样子，也不会希望他就突然间做别的东西，只要是他是天王，他们就高兴了。尤其是他一直很介意的，就是说他结婚不结婚的事情。我相信他的粉丝应该都很希望他释怀了，对，这个就很像我们看着我们很尊敬的一个长者，然后你会很希望他成家立业，看他信。 看到他幸福，自己得不到我就看他幸福啦。这跟我没有关系，自己得不到哦，让他幸福。什么事？那你呢？你想看他做什么呢？其实我觉得看那么多巨星哦，我觉得他想做的，然后导演也好啊，拍戏啊，什么东西，他大概都已经有占一些边了。可是他唯一一个没有做的就是他没有拥有自己的一个品牌。 他们就是他有代言手表，你看他有代言衣服，他有代言很多东西，可是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你发现到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偶像一出来，可能像罗志祥好了，他工作了可能十年之后，他就有了自己一个品牌，因为他很喜欢一些 hip hop 的这种，可以show这样的一个牌子。然后你看 Andy Lau， 他出来那么久，他却没有一个自己属于专属他自己一个东西。除了最近他出了一张专辑，还有出了一个小公仔。 那个 Andox， 对，那个白色，对，还有那黑的，对啊，那两个属于他的以外，可是那个又不能好像开间店来卖那个东西啊。如果他今天可以代言他自己的服
饰，因为我们看他的衣服，我们觉得他很有品味。嗯，他可以戴自己的手表，哎，或者是鞋子，还是、嗯、你看郭富城都有跑车啦，然后刘德华就你找不到一样东西是可以哦，想到跑车你会想到哪一个人、嗯、这样子。Okay. 所以你就是他自己的品牌，对不对？那我也是I also talked to two journalists from 早报、mm-hmm. and my paper、mm-hmm. and they also told us what they want to know about Andy Lau, what they want Andy Lau to do next、mm-hmm. so let's、okay. look at it, take a look. 接下来想看他做些什么，其实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答案啊，因为刘德华拍过太多电影，然后他演过太多角色，然后有很多都蛮成功的，然后他近年来他尝试了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然后好的人坏的人其实已经做了很不错的尝试了，那我不会特别想要去看他演一些可能他觉得不适合他的一些角色，我觉得他已经很大胆的尝试了，所以我答案是其实如果有好的剧本找上他，然后他觉得不错的时候，那就顺其自然就才来期待。对， with respect to his career, hopefully he can try to direct. I'd like to see him direct because he has lots of experience acting and even producing, and even, you know, even musical style. You see him did it in his concert over the past weekend. So I'd like to see how he can present his ideas when he goes behind the camera instead. 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变成华语影坛的一个。其实我觉得说，只要他不要犯很大的错误的话，就拍一部大烂片哦，他应该就是他的地位就是已经高高在上，就在那边了，就可以一路这样子保持下去。I think his status is still up there. He still enjoys a very high level of support, and he has shown that he can be very versatile in many areas. There we can't expect any more new breakthroughs from him, but it is very likely that he will still maintain his standard of work and his very high standard of support from his fans and people alike. He's been going and going and going for many years, and it's good to see him at his peak, but hopefully he'll take a break and, you know, at his peak, and we can still see him recharged, well recharged, and then give us some more new surprises. I think he has a long way to go. I think we'll leave it to him to surprise us with what he can do next.我刚才想了一下哦，答案是还没看到，因为像刘德华这样的怎么讲，具有不俗的条件啊，外形条件，然后又这么努力不懈的艺人哦，在港台真的还很难找到。那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他的机遇也相当不错啊。然后这样的人，他必须经过很多年呢，一直保持在很高的那种怎么讲地位啊上面。我们看一下，真的没有什么人是这样子的。你看张学友，他的主力主要在歌唱，然后像郭富城这些年算是演技上算是有所突破，不过其实他跟怎么讲他的产量其实也没有刘德华那么丰富，然后黎明这些年也看到他产量也其实也减少很多。那么跟刘德华同期出道的人呢、哦，都也尚且如此。那后辈的话，其实都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我们没看到一些很突出的人哦。所以你问我的话，我是跟你说，要找接班人很难。我现在只看到，比如说像周杰伦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类似刘德华的 icon， 因为他已经红了七年，地位还是那么高，他还人气还是保持得很好。不过他主要是在音乐方面，但是他近年有转到电影方面，大展拳脚。他可以是刘德华以外另外一个可以怎么讲，也可以红很久的一个 icon。但是，你说是接班吗？他们又好像类型不一样。你比人气的话，我觉得谢霆锋跟古天乐都还比不上刘德华。刘德华那时候在十年前他已经是被列入四大天王了，那么就是已经一个很 top 的一个标志。可是谢霆锋跟古天乐，你觉得他们现在是香港最 top 的艺人，算很 top， 可是有没有好像比如说有没有超越前辈呢？跟前辈一样，比如说周星驰、刘德华，或者是李连杰这样子的那个水准，好像也还没有到那样的地位哈。I think 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I think his successes will come in different areas. He has done well in movies and music, but I think
to have a successor to do it, be successful in both is quite unlikely at the moment. Acting wise, I think Sean Yue would do well. He has the character, the charisma as well. Music wise, perhaps maybe Liu Ku, I think, because people used to compare the successor of Jackie Cheung as Eason Chan, so I think Liu Ku would do well as well in singing, as well as Andy Lau. Yeah. Okay, 谁是他的接班人？我觉得在歌唱上是没有诶，就说以刘德华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没有的。不过刚才听到他们说那么多，我觉得可能在演技上呢，香港的林峰可能有这样的一点 feel， 可是歌唱方面真的没有，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嘛。你看以他的这个个性，如果现在有一个新的人他出来就是以这样一个个性的话，他未必会红。现在人喜欢的就是那种很 pop 啊，他越坏我越喜欢他。对对。可是当然乖的也有啦，像小猪罗志祥，我觉得他在事业上很成功，有自己的品牌，然后又孝顺，个性形象上都很好，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负面新闻。周杰伦还有一期期的负面新闻，而且他又比较屌一点点，你觉得他有态度，所以有一些大人他们不喜欢。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是没有的，是没有。刘天王就是天王，好了，天王。So to conclude, Andy Lau is always hot. Yeah, number one. So Shiting has something to tell us, right? Yes, I do. So before we go off for Razor Pop, before we go off, let's take a look at Taiwanese singer Asuka Yang Zhongwei talk about his Xmas concert in Singapore this coming weekend.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Ken, for coming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bye. 12月21号星期天晚上8点、杨宗纬呢会在新加坡的木泉民歌西餐厅唱歌给大家听哦。这次呢、我带来的曲目只有一首是我曾经在现场表演过给大家听的，那其他的歌曲呢、我在精心挑选过后呢，希望可以在当天晚上给大家不同的感受、因为是全新没有发表过的作品，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这场盛宴，然后希望那天大家都可以满载而归，也希望我在新加坡的旅程可以非常开心非常快乐。